国国王爱德华自感时日无多，又无子嗣，于是便让人招来他的连襟哈罗德。他命哈罗德前往诺曼底去拜见当时的诺曼底大公，也就是他的表弟威廉，以确认威廉为将来的英国王位的继承人。于是哈罗德便受命前往诺曼底。在第二幅画面里，我们可以看到哈罗德和他的随从及猎犬。在第三幅中，他在一个教堂附近停下，以祈求神的保佑。在第四幅里，首先描绘的是在登船出发前在陆地上的最后一餐，为了及时出发，他们必须缩短用餐的时间。看这个在楼梯高处的仆人，他的胳膊举起，表明涨潮的时间到了，是该登船的时候了。上船的方式也很有意思，因为船无法驶到海滩上，所以人们得光着腿趟着海水上船。随着他们的前进，水位也越来越高。现在出发了，海风鼓荡着风帆，很快就可以看到陆地了。哦，陆地到了呀，不行，这里没有停泊处，因为船队偏离了航向，到达的地方不是诺曼底，而是比卡底区，是伯爵盖伊的领地。我们可以从第七章画面判断出，哈罗德和他的随从好不容易才下了船，根据当时的海事法规，他们被监禁起来。哈罗德上岸时应该很吃惊，途中便有证据，您看，人们甚至没有给他穿靴子的时间。在第八幅画面里，我们看到伯爵盖伊把哈罗德和他的随从押送到了囚禁地。就是在第九幅中可以看到伯汉城堡，途中一场对话正在进行，毫无疑问在商谈赎金。再看看右边柱子的后面，一个男人正偷听着这场对话，这可能是一个间谍，一个威廉的眼线。在第十幅中，首先我们不该错过下边的画面，看看田地中耕作的场景。这是第一次向我们展现套上的圆的驴子、播种的农人和狩猎的场面，这一切难道不让人感到心情愉悦吗？威廉立即得知了哈罗德的不幸遭遇。您看看第十幅中，盖伊伯爵拄着他的斧子，听着威廉的使者向他请求释放哈罗德。在第十一幅中，两个大公的骑士头发随风飞扬，正朝向伯汉城堡快马飞奔。在第十二幅中，威廉接待了哈罗德的一个信使，信使的报告相继而来，谈判一直延续着，最终盖伊伯爵不得不同意把哈罗德交给威廉。在第十三幅中，两个护卫队面对面交接，您可以注意到威廉坚决的姿态，而盖伊伯爵半转着身子，用手指明哈罗德的所在。第十四幅讲述的是哈罗德在王宫受到了诺曼底大公的盛情款待。在宏大的贵宾大厅中，我们看到哈罗德正在讲述旅行中的惊险遭遇，他的表情中透出了情不自禁的兴奋。在第十五幅画面向我们介绍了一个有点神秘的人物，她就是威廉的女儿埃德维奇，她被许配给了哈罗德，看起来她已经正式成为哈罗德的未婚妻了，因为画面中一个神父正在拍打她的面颊，而这是订婚仪式的步骤之一。威廉和布列塔尼大公柯南之间因不和而开战，哈罗德被邀请参加征讨柯南。接下来的多幅画卷真实再现了这场战争。在第十六和第十七幅中，出征队伍穿过了圣米歇尔山下的古埃斯农河，流沙无情地吞没了一些生命。在画面的尽头，一个男子拖着两个士兵，这是哈罗德正在救诺曼底人。第十八幅画面把我们带到了多拉城，可怜的布列塔尼大公正被迫顺着绳子逃出城去。看看右边，柯南成功到达了雷恩城，
但是被诺曼底的骑兵追击，他不得不再次逃亡。在第十九和二十幅中，柯南在迪南城得到庇护，这是一座木质的小城，威廉正攻打着城堡，在拱桥下拿着火把的诺曼底士兵正在放火，右边的画面中战败的柯南正用长枪挑着城门的钥匙投降。第二十一幅描写的是威廉在战场上为哈罗德配上骑士装备。然后我们重新回到巴约，在那里诺曼底大公让哈罗德宣誓以表忠诚。第二十三幅展现的正是整个地毯中这一必不可少的事件，在左边威廉坐在王位上命令哈罗德向他表示忠诚，哈罗德双臂展开正在宣誓，他保证承认威廉在爱德华死后将继承英国的王位。在他的右侧有一个圣物盒，在左侧是放有福音书的祭坛。多疑的威廉采取一切措施以预防哈罗德违背誓言，他让哈罗德在诺曼底最惹人注目的仪式上发誓。带着这个决定命运的誓言，哈罗德重新回到了英国，他向国王爱德华回复这次出行的使命，人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他。您看，在第二十四幅中，大家都在窗前翘首以待；第二十五幅中，他在英王面前神情，则透露他所曾遭受的羞辱。英王爱德华去世了，他将被埋葬在西敏寺。第二十六幅对此进行了描绘，修道院灵柩用奢华的裹尸布包着的尸体，打钟人唱经班应有尽有。您还该特别注意到从天空中伸下的一只手，真是画得惟妙惟肖。第二十七和二十八幅回顾了爱德华临终时的情景，时光回到了1066年1月5日，大主教在做最后的祈祷，两个仆人则开始进行入殓。爱德华去了，哈罗德却违背了他的誓言，他把自己加冕为我的国王。看第三十幅画面中，他威严地坐在了皇位上。再看第三十一幅里，人群在欢呼，哈罗德也在鼓掌，但很快他开始询问上天，他心中不安。天空中一个彗星划过，这是哈雷彗星，是不祥的预兆，哈罗德开始担心。您看第三十三幅中下端的画面中描绘了一个梦，预示着诺曼底人的登陆。在第三十四幅中，我们看到受雇于威廉的一些间谍正渡海过去向大公报告所发生的事件。在第三十五幅中，我们又回到了诺曼底，威廉正征求他同父异母兄弟欧东，也就是巴约主教的意见，最终做出了决定，他们将登陆英国，必须要惩罚哈罗德违背誓言的行为。他们决定建立一支船队，事实就在眼前。您看，他们招来了造船木工的工头，看右边，就是他，手里还拿着拱背的手斧。大规模的行动展开了，他们在伐木、采木料、修造战船，把战船拉下海，这在第三十六幅中都可以看到。终于船队建好了，人们开始将各种所需的物品装船。像这么重要的出征，一定要考虑周全，将物资带齐。人们带上武器装备，如锁子甲、长枪、长剑、头盔，但同时也要带上粮草物资。途中的一个士兵好像正扛着一头猪，另一个拿着装酒用的羊皮袋，当然也不能忘了带酒。第三十七幅中，您就可以看到酒桶。这些战舰首先在地府集合，于九月十二日在圣瓦雷里索姆抛锚安扎，因为这里离英国的海岸更近。重大的时刻来到了。九月二十七日，在太阳落山的时候，船队乘着顺风向英格兰进发。这一画卷上面有众多的战船，可能是整个地毯中最宏伟壮观的画面之一了。再来看看第四十和四十一幅画面，
可以看到威廉的军队在陆地上安营扎寨，他们需要补充粮草，士兵们征用或是干脆强掠当地的牛羊，他们牵来了各种的家禽。你可以注意到背景中的农宅已经空空如也。在第42幅中，我们可以一起参与做饭的过程，把铁锅放在火上，准备各种的肉串，把面包从烤炉中取出来。在接下来的第43幅中是就餐的场面，而桌子中间是主教欧东，我们总能根据他剃光的头顶认出他来。他正向由一个半跪在地上的仆人呈上的菜肴给予祝福。在第44幅中，威廉正听取着手下的建议，应该加强基地的安全，于是一个加固的营房将被建造。看看第45幅画面，工们正拿着一个坚固的营地就要建成了，这可是诺曼底人拿手的本事。威廉事事都考虑周全。看第46幅画面，他正听取关于敌军的报告。第47幅中，士兵们正准备战场，一个农宅有可能妨碍战斗，没关系，我们把它烧毁清除就是了。一个女人和她的孩子象征着难民，他们作为这场战争不幸而又无辜的受害者，正慌张逃出着火的房子。终于威廉做好了一切准备，他命令一个侍从牵来他的战马。看，诺曼底骑兵队伍开始按战斗的队形前进了。在第48幅中正描绘着这一场面，多种不同颜色搭配在一起，强烈突出了画面生动的立体感。在第49幅画面中，在密集的队伍最前方，骑手的前面是两个统帅，威廉在最前面，手指指向前方，他身后是巴约主教欧东，两个人都是全副武装。这一装束对主教来说是很有重要的意义的，因为在那一时代，一个很微妙的约定就是，如果主教没有权利使敌人流血，那他仍然可以将敌人打昏在地。现在双方的侦察兵开始行动起来了。您看，在第50幅中，英国的哨兵在树林后观察到了诺曼底前锋的到来，他马上掉头飞奔回去向哈罗德报告，诺曼底人来了。而又不是等闲的战斗，决定这么一战就来临了。一个帝国的命运决定于这场战斗的胜利与否。双方阵地上令人生畏的冲锋号角声宣布了战斗的开始。您看第51幅，诺曼底人正在进攻，刚才还排着整齐队形的骑兵现在已经散开，战斗的节奏改变了。可怕的诺曼底弓箭手正向天空射箭，来迂回地攻击敌人。看看骑兵队伍前面的这4个射手，他们的箭实际上是朝着高处射去的。在诺曼底军队的对面，为了更好地抵抗，那些装备着头枪和战斧的士兵组成了方阵，他们躲在盾牌后面，形成了一个真正的人体堡垒。双方都有大量的伤亡。您看，在下边的画面上全都在描绘悲惨的战场景象，到处是尸体、砍下的人头和断裂的长剑。在第52幅中，我们看到哈洛德的两个兄弟勒万和基赫德都死在了诺曼底士兵的手下，他们曾要求他们的兄弟哈洛德不要开战，以免加重他违背誓言的罪恶，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战斗愈加猛烈，损失惨重。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诺曼底骑兵正用长剑攻击一个手拿战斧的英国步兵，他砍断了英国人的武器，使他手上只剩下了斧柄。在他旁边，另一个步兵正用双手握着战斧，要将一匹战马的头砍下，而马上的骑兵则准备用长剑给他致命的一击。所有人都毫无怜悯地在尸体堆中拼杀。下面边缘处画面仍然充满着死尸、盾牌、长剑，血流成河。
为了加强防御，哈罗德在一个丘陵脚下遍布沼泽的沟里修建了防御工事，在工事周围筑起了锋利的木桩。现在我们再来看第53幅图，一共有70公尺。五个人在一个小丘上勉强进行着防守，他们人数已经不多，武器也急需补充，头盔已经没有了，盔甲也没有了。诺曼底人的战马因为遇到了哈斯丁阵地的妨碍物，后肢力起翻倒在地。诺曼底军队已经分散了，在第55幅中，原本大家以为已经阵亡的威廉又举起他的头盔，他的骑手正向周围的诺曼底士兵指明，威廉还活着。请看下边的画面，诺曼底的弓箭手们正在抄近路进攻。现在是最后一击了，哈罗德的军队已经被打得七零八散，哈罗德也最终被杀死，最后的胜利终于到来了。诺曼底的箭从天而降，射中了他的眼睛，他将会看到上帝之手吗？这不重要，违背誓言的人被惩罚。下边的画面向我们描绘了战斗后的战场景象，人们剥光死去的士兵，那些赤裸着的尸体。这是最后终止的地方，是这匹马。像这个48到49之间，大概有2-3公尺，所以不止了啊。虽然是标示到50几，但是有70公尺。刺绣非常多元，我把它的 detail 再拍一下。这样拍，这也是。刺绣有凸出来的部分，看的人很多，